来山啊，我其实吼，我咧感觉咱大山无输吼，周围区诶玉井山附近啊，咱咧山咧食诶口感吼，咱是迄个白莲土嘛，白莲土食诶口感跟白鸭因为食较淡，较实，啊，咱伫食诶水果吼较淡，啊，但较甜，吼无输其他诶，啊，但是我一见你怀疑一点就讲，啊，咱大来水果真好，较无用，咱大来客啊咧蒸吼，我直直看奇怪咧，啊，客啊拢是玉井吼，啊拢是南华诶吼。啊，可能是品牌哦，上到这上酸哦，上人话就上到爱文吼，啊，上大来上啥，别人的客啊吼，都可惜吼。所以讲吼，咱欣赏咱大来吼，拜托咱大来，见好水果吼，啊，食食拢是别人吼，讲啊，玉井的水果好食，啊，其实是咱大来水果好食，你有感觉无？这个是玉井那边拢是咱大来水果，你有感觉吗？哦，咱大来水果会输人吗？哦，咱是百果之乡，咱的水果拢比人较侪，比人较好，比人较好食。啊，为什么无家己的品牌呢？就是咱今仔日办的无，即个台南落上侪雨的吼，一工内底落172公里，落伫咱即个安平即个所在吼。啊，目前为止吼，无啥物重大灾情，除了咱的七股迄个所在龙山的有家里啊庄吼，差十几间厝吼，家里去架去，啊，不过拢有做一个处理啦吼。啊，咱嘛真感谢咱真侪地区的即个配合的，但讲首先呢。就来撤离咱规个伫危险地区的这个居民吼，会当会安全来度过吼。我也大家做一个报告吼，咱台南市政府咧处理这个风灾吼，咱甲别人较无共款。第一点咧，咱市政府咧一定会做报告，就是讲吼，咱要首先做啥物款的工课。风灾咱袂当避免伊无来，不过来咱要做啥物款工课，予咱风灾来咱的损害减轻、减轻到上轻这个程度。第一点吼。咱会检查每一个水门塞会起来袂，每一个抽水机，不管是永久的抽水机，还是临时的抽水机，咱拢去检查看机械振动袂。那么第三个，咱规个测高，拢去做一个清除，就讲咱落雨落落来了，会当对咱的水沟啊，紧塞起一个大中小小排，安尼吼，较袂去涉水就对了吼。啊，第四呢，咱会检查咱规个珍贵树木啦吼。咱台南市从两三百丛的珍贵树木吼，咱会去做一个了解，有可能去倒落无，啊，紧去甲动动，啊，去不用太大力吼就可以了，好不好？好，我们台上人员就定位了之后，我们全场大家大小朋友一起来，三二一 ，fire！ 来，接下来甩芒夏芒果上太空。水，它燃料不会泄漏，就不会跟外面空气混合，所以它其实。在 NASA 其实也被归类成就是不会爆炸的火箭推进器类型这样子。那我点喽，好，三、二、一。好。Oh, yeah.